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今天节目呢，咱继续要来介绍这名神祗，叫做牛八丁啊。啊，这名神祗的特色是啥物呢？咱顶一集讲过啊，就是伊讲的话上介少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对伊安尼足感谢，伊若讲较济咧吼，老三伊阁要讲较嘴烂，转啊满世界去啊。伊讲一张俩。所以五八丁啊，虽然一般的人真少注意，因为小可无注意，病了就过啊。但是虽然一张尔，伊所讲的重点，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。因为上帝派伊对这伊当人宣判，因为伊当人是啥物款人？伊当人甲以色列的民族的关系真亲密。但是呢，当以色列人受上帝处罚的时候，伊当边啊，好啊，哦，拍破啊啦，安尼。所以上帝讲，无你的代志较点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透过五八丁啊，对异当人的责备，咱就要了解一件代志。咱唔好伫别人遭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咱当边啊，也搁伫遐伫个踢球，啊那个倒骂，幸灾乐祸，这是真无好、真无好的一种习惯。啊，但是有一种人无，真多，尤其咱讲较坦白的，亲爱朋友啊，教会内面有无？有啦，有啦。啊，某某人就是哦，无热心啦。你看伊安尼婚姻拢无幸福啦，迄个上帝无祝福啦，哦，咱就讲种话啊。这个是足无好习惯，这个是异当人啦，你知无？你这个个性吼、哦，你会当去参加这个异当人，那古早时代吼、哦，你会当去参加因的这个宗族吼、哦，参加因的聚会，你会当入籍吼移民去异当做异当人啊。上帝讲，卖有这种个性啦，哦，爱某某人哦，爱都是安怎？当别人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马上当边啊，就变一个评论家，咱马上发表意见啊。啊，伊这吼，伊这拄到这个困难，都是安怎？其实圣经甲咱讲真清楚啊。那有人拄到恶当当的代志，拄到困难，人在流目屎，咱要安怎？咱来改做伙流目屎啊，咱来当边啊，甲陪伴啊。圣经里面约伯记，就是咧讲约伯拄到困难，结果伊个朋友去，伊个朋友去，本来朋友来甲你看足好个，但是伊朋友有一点做了无啥好，多一点咧，开始解说啊，解说约伯所拄到个艰苦啦。约伯哦，你哦，就是伤过好啦，都要经过这个艰苦吼，互你个小可食一点仔苦啦，啊无你个人生哦，伤过顺利啊啦，上帝予你一寡苦，安尼嘛是好啦，你甲解说。哦，有人可能讲啊，约伯啊，你唔知犯啥物罪哦？你若无犯罪，哪有可能会安尼？上帝是慈悲的上帝咧，人若无犯罪，上帝无可能让你拄到这样一件无顺利的代志啦。都足侪人一朋友去啊，都开始解说啊。圣经记载讲约伯三个朋友，我看约伯唔拿三个朋友啦。约伯若正经像圣经所讲讲这样也好，应该是朋友足侪啦。但这朋友来，大家一人讲一套，对有帮忙无？无帮忙。无意义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当咱啊有熟悉的人，无论迄个人是有信主啊无信主，无论咱迄个朋友，伊是基督教徒，或者讲伊是咱民间信仰来拜拜的，拢不管。咱信主的人一个立场，那别人拄到困难，我跟你讲，足简单，点点，吼、哦，点点，卖讲话，卖去解说，因为你唔是上帝嘛。你哪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咱卖解说嘛，吼、哦！咱为伊祈祷，咱伫伊个身躯边陪伴，咱甲鼓励，安尼才是对啦，安尼才是对，吼、哦！所以咱当边咧看老日，这是足无好个文化。但是我讲到这，我也足生气，因为我感觉台湾人咱会当换一个名叫异当，为啥物？台湾人个文化就是安尼啊！你无感觉台湾人是迄个习惯吼，甲异当人作成个吗？你无感觉吗？真爱看到别人。无好的代志，啊！真来共探听，啊！恁家有安怎无？真想要去看别人闹开，就是爱看八卦新闻。你看到咱台湾就是安尼，电视顺开，哦！你若讲拢总顺利，拢讲好消息，讲啊，足无聊，我爱看一寡较无好的。咱厝的报纸订到落尾，怎啊订这个吼？一个苹果订咧厝，创啥？迄内面拢有一寡翕着一寡图片，看是人车祸弄死的啦，跳楼的啦。啊，是讲有诶无诶吼，迄图片拢真大张。即、这个文化毋是咱台湾诶文化，亲爱朋友，即、这个香港诶，
卖插伊。哦，香港是好耍，咱无甲批评，但是这种文化是无好的文化，咱而且公开都爱来讲。台湾人有家己的气质，哦，啊，家己的格调，拜托你啦。只干么看这种物件，敢有较做？咱的人生较幸福呢啊？未啊？但是咱这种的文化，万一来形成，这就变成伊当人的文化去啊。当这个伊当人的文化来形成，上帝审判，上帝责备，一定会临到的嘛。你安尼唔对嘛？你是时间太多了，你是自己都没有事情做了，只要不在插别人的事，你解释别人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你跟他说，你要对人有帮忙，你才去引导，你有那个诚心要跟帮忙忙度过难关，我们才能活去，要不然我们站远就好，跟他点点都不要说没有你的事，你做你做你的事，不要在旁边插。我四个孩子有时候在处罚孩子的时候也发生这个情形，我咧管教，管教一个是边啊一个，他妈来讲，对嘛？前摆伊嘛是安尼，已经唔是第一摆啊！伊前摆就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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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、哦！咱即马是恶过来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写功课，你点点。我咧教囡仔是，你是囡仔，你唔是老爸，吼、哦！你去写你的功课，咱那个教，无囡仔养成习惯啊！听到别人咧用骂的时吼，我那家己的意见我掺落去安尼，足无好的呢，足无好的啦，吼、哦！所以。咱一定爱记哩，吼、哦！咱来将无好的文化爱提走，吼、哦，爱提走。咱现在台湾足爱看电视，看些专家，哦，骂来骂去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大家拢骂来骂去，迄真正有够无聊，有够无聊。你电视你规气那关起来了，哦，我有一摆伫广播的节目内面听到一个啊，一个原来足出名哦，哦，迄、那个电台啦，广播电台，迄、那、广、個、播电台是足侪人咧听的。迄、那个主持人访问一个来宾，这个来宾是原来媒体咧工作的。啊，问伊对一寡代志的意见，得甲采访。啊，采访的时候，两个人讲到讲啊，媒体实在是足混乱啊。因为人即个有调查吼，讲对囡仔的品格、个性影响上界无好的啦，上界负面的影响啦，就是政治人物以及媒体、电视的节目。所以即个来宾咧谈论即个代志的时阵，伊就讲真正啊，哦，这唔是讲咱家己在播哦，我是一直在赛车的时，垃圾要准掉哟。那个人我唔捌伊哦，但是当主持人问讲，啊你平常时啊拢看啥物电视？伊讲我都拢看，那电视若要看吼，那电视当然是消遣嘛吼。电视若要看，无我就看迄个 Discovery 啊，吼探索频道啊，啊无就看即个 Knowledge 是另外一个，原来是咧专门将足侪咱唔知影物件不予咱知吼，知识方面迄种足好个节目，迄种用足侪钱去做个节目。伊讲过来哦，过来就好消息罔看，好消息电视台。迄、那个主持人讲，好消息电视台。敢那足少人咧看吼，我无啊，哦，迄好消息电视台怎么足少人咧看咧吼、哦，所以毋是咱家己咧播咧吼，迄、哦、媒体的人伊嘛知影讲，毋是讲所有节目拢会看你啊，迄有诶节目只敢派记者去共狗仔队伍去共跟踪啊，啊去共拍遮画面啊，啊啥物伊做刊啦，啊佫足侪咱遮媒体，吼、哦，咱也毋惊讲点名甲讲出来，因为实实在在伊对咱台湾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，无可能讲正面的啦。你去问讲老爸老母，敢有讲我订这个《国语日报》以外，佫先说兼订一个《一周刊》哦，阮囝罔读安尼。嘿啦，你若用安尼做吼，恁囝有较大了吼，伊规脑筋哦，所想的拢无好个物件嘛，拢乱七八糟个物件嘛。这个道理足简单嘞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拜托嘞，咱所有观众朋友，咱常常讲咱台湾的子孙后代安怎安怎，咱为着核能发电厂，咱就去甲抗议，就去甲游行啊。但是真奇怪，啊，你个囡仔吼，即个无好个杂质污染，啊，咱也拢无咧插。咱社会真无好的风气，咱也去参与嘞，安尼唔对呢。咱上面来保持咱台湾美丽的土地，吼、哦，咱来尽量吼，咱这个尽量吼，咱这个核能对咱有威胁的吼，咱尽量卖甲用，吼、哦。除了这以外，还佫较重要的是咱人的心嘛，社会风气嘛，道德嘛，啊，这咱应该会坚持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就劝大家，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唔好这么八卦，唔好只讲。吃饱营养无代志，拢在插别人的代志。啊，迄、那个插唔是讲帮忙，是他妈看老者，罔看啊，看了嘴型出来，佮安尼讲两句啊，啊，无怪咱讲嘴巴很贱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无你的代志，我要讲插人意见安尼，足神的啦。所以，咱千万莫这个歹习惯。你若是咧查某人有这个歹习惯，后盖就变作三姑六婆哦。啊，你若查甫人有这个歹习惯吼，你工作上吼。你的定时吼，无可能甲你当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有囡仔有这个习惯，爱趁少年时紧甲改起来，因为上帝
责备伊当人，就是责备这种文化，就是责备这种个性。好、哦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上帝要去责备因一点啊，就是讲因拢总无同情心，因为犹太人甲伊当人关系是真密切。为什么当家己的亲戚朋友、家己的亲人遭遇患难的时阵，你不但无帮忙，甚至也佫甲落井下石啦？哦，所以讲本来半死尔，你佫是佮折磨全死安尼啦，迄足无好个习惯。我感觉讲，咱人内面吼，实在迄个甚物叫做罪恶？咱有一个恶性呢，吼、哦，咱安尼看到别人在无好个时阵吼，咱往往啦，往往咱不但无同情心，吼、哦，咱甚至呢，佮将佮较无好个代志啊，将佮较无好个看法，拢总杀互伊，拢总放伫伊个身上。伊当人就是做这种代志，吼、哦，伊当人做这种代志，所以呢，上帝讲咱做人爱较忠厚嘞，吼、哦，爱较故意嘞，袂当安尼。为什么？上帝讲，因为当我审判了，我的这个囡仔，以色列人将来会改变，吼、哦，会改变。我即马甲教，唔是我怨恨伊，唔是我找伊，我即马甲管教，因为我听伊，所以有一日，即个以色列人因会阁起来。会来承受我原本要给他们的产业，那到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这什么道理呢？红阿婆在冤家，我们不能旁边说，男婆人都这样啦，你怎么说这意见？等到过两天，人红阿婆感情好了，人没事了，没事之后呢，你变坏人了、哦、所以不要这样说，不管人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那红阿婆的事我们不要去插，你莫看即马冤家两个用要牙刀牙枪出来要烧赌啊吼，嗯，迄个过一礼拜尔，两个手牵手去咧散步去啊咧，啊看到你的时拢无甲你讲话，为啥物？因为迄阵你咧冤家时，你着斗共冤落去啊，你着斗骂，迄阵你骂是足爽快啊，你骂时伊感觉讲你足有够意思个啊，但是连讲等人因两个感情也好个时吼，你家己着，你无论如何咱是外人嘛吼、哦，所以你着变做一个足够人冤的人啊，所以圣经就是讲。透过五百丁呢，对伊当人讲啦，吼、哦，就是甲伊讲哦，有一日我会搁再恢复以色列人的人工，我的产业就是为因所准备的，所以有一日因犹原是会得到因的产业，因为我袂失败，吼、哦，我袂失败，我即马甲管家是为因好，有一日因在我的管家之下，因会改变，以色列人会改变，所以到迄个时阵，你就该死啊。迄个时阵，因会来甲你来算账，所以请你会记哩啊！伊当人啊，伊当人，你的结局我已经看到啊！这是五百丁亚书，好，我来休困一下，等下了呢，咱来将这个五百丁亚书来做一个结束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咱介绍牛八丁啊，所以这个身体看起来跟我们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你若透过上帝请他来转达对异邦人的审判，咱就了解、哦、原来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，原来上帝对一些人的管教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已，所以到牛八丁啊最后那段，虽然短短一章，到最后这段他在宣布说有一个耶和华审判日子要到，但是这个审判日子过了后，不是以色列人死了了呢？不是，是这个审判日子过了后，以色列人必定兴起。上帝永远要给他们的福气，一项也无欠。上帝永远给他们的土地，永远拢在遐。所以以色列人是必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恢复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以当人就真碍叫啊！哈，我很尴尬就对了吼。因为过去伊当人捌趁以色列人安尼真无好个时阵，捌甲欺负，所以等有一日以色列的人更来恢复个时阵，迄个时阵伊当人就足歹看。所以咱咧讲，若做一种人，对人尻川后个人，就是安尼。表面上看起来敢若真好，表面上看起来敢若真聪明啊，敢若乌白两道咱拢足食会开，但是实际上是乌道无爱你，啊白道也无认你啦。其实是这样啦，你在黑道的眼中看，你不是黑道，
你在白道的眼中看，伊嘛感觉你难，伊甲你当作是恶道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你敢若足厉害吼，吼两边安尼走来走去，但是实际上你唔知影讲，你根本都无地位啦。伊若真正恶道分子，伊若真正伊甲你变面的时阵，伊是绝对无留情的。啊，若白道的人，伊若真正要来动用人的时阵，伊绝对无可能考虑你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咱莫做一个戆人。咱就是讲，咱拢莫表达咱的立场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人讲啊，什么青少年吼，有青年人讲啊，人即卖咧婚外情啊，人即卖咧什么婚前性行为吼，啊，无要紧啊，咱莫讲咱的意见。你唔敢讲哦，无要紧。你唔敢讲，你唔敢讲，到最后，上帝也无爱你，魔鬼也无爱你，足可怜的。啊，看到人即卖有个人，可能有这个同性恋啊，还佫有足侪其他的物件。人讲啊，咱无表达意见，我拢会使，哦，你拢会使吼，好无要紧，你拢会使，拢会使，到最后结局就是上帝也无爱你，魔鬼也无爱你。所以，兄弟，咱做人活在世间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立场爱坚定，凡事爱有家己的看法，家己认为安怎就是安怎，莫听人讲东就惊东，听人讲西，咱就对西去。这款的人，免想要对上帝要得到什么啦？这款的人，你也免想要在这个世间要有成就啦。所以我咧讲，上帝也不爱你，魔鬼也不爱你，就是安尼啦。那魔鬼若要爱你吼，伊佫会摕世间的成功、名利、地位来甲你引诱咧。你至少你讲我日后，迄、那个日后永远的福气咱无得到啦吼。至少你还佫有得到一世人的荣华富贵，你嘛还佫有得到咧。但是那是做伊当人，两边拢无。上帝遐个永远的福气也无，地上咧，地上迄个短暂的权势、短暂的利益也无，轮袂到咱。所以足可怜的啦，伫世间唔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日后无法度去到上帝遐，这个是全世界上较可怜的啦。第一可怜，哦，那第二可怜就是讲世间有成功，但是日后去上帝遐，上帝拢无承认，这是第二可怜啦。哦，啊有福气的，就是伫世间，咱有法度像陈以利安尼，真做一个有成就的人，有专业的人，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比世间肯定，但是我比世间肯定，我无互你利用。我是为上帝做工，这是上界有福气的人。第二有福气的人，就是咱虽然伫世上，咱无得到足侪名利地位，得到世间人的肯定，也无出名，也无偌厉害，但是日后咱伫上帝遐有永远的一个福气，这第二有福气的人，吼、哦。所以福气有哪两种人，吼、哦？啊，上界可怜的也是两种人，咱家己选啦，看你要做多一款人啦。这是咱透过五百点卡书。透过伊所对伊当人的宣判的时阵，咱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啊。但是最后，咱来做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就是讲，虽然规本古约的圣经高高一本，拢是专门咧针对以色列人讲话，但是上帝犹原是全地的主，外邦人犹原是上帝所统治，是上帝的掌权的。所以你莫叫是讲我无信主的人，上帝讲我袂对。我无信恁基督教，恁的上帝甲无关系，你错误，你已经完全的错误。上帝捌讲，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无其他的神。上帝讲，干那我是神俩，唔是讲神足济，我上大。嘿，这无同款哦，这是无同款的哦。世间有真济神，这个宇宙中有真济神，上界大的就是上帝。咱若基督徒听了这句话，可能足欢喜吼，其实完全错误去啊，这句话根本都唔对，因为世间根本都无足济神。因为迄种假神，迄唔是神，上帝根本都无承认。所以在新命记的三十二章内面，上帝都甲你讲啊，上帝讲独独我是神，剩咧根本都唔是神。上帝不是讲我上大，剩咧拢我来管，唔是哦，无同哦。上帝讲这个世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呀，只有一个神呀，剩咧迄种唔是神啦，根本都唔承认你是神啦。迄种假啦，根本都无资格做神，迄都唔是本来都唔是神啊。所以咱透过这个观点，咱来了解讲，无论咱是有信基督教，无信基督教，亲爱朋友啊，上帝拢管理会着。世间只有一位真神，这位上帝统治全世界。无论你信啥物教，咱拢是上帝在管的。吼、哦，啊是看你要服管无？你若唔服管，有一日审判的时阵，直接甲你判落去啊！直接把你判下去啊，无啥通好讲啊！你若愿意接受上帝的听，接受这个救恩，你还可以当得到救赎。
上帝愿意来给你改变你的个性，改变你的脾气，改变你现在翁仔某的问题，改变你经济的问题，改变你健康的问题，这些问题上帝是真乐意，真乐意来为我们来解决，上帝是真愿意。但是往往我们世间人都无爱，伊当然可能也就是讲，耶和华神，迄是以色列代志，甲无关系。想未到上帝怎派一个先知，派一个约伯丁啊，派这名先知专门去对伊当人讲话。迄阵上界强的帝国亚述帝国，上帝派先知专门针对迄个当时尼尼微城对因来审判。所以亲爱朋友，上帝的确是掌管一切啊，所以你要对这个有信心，咱就要将咱的整个的人生全部交在伊的手中，求上帝带领咱的一生啦。所以这是五八丁亚书另外一个真大的价值，让咱搁一摆肯定。上帝呐，什么时阵伊呐要来派人，要对外邦人讲话，这随时拢可以哦。因为这外邦人也是上帝的管。几乎我讲过，上帝是先将重点放伫犹太人的身躯顶，所以到末后的日子，世界各地人拢来信主，就是即嘛。非洲也好，美洲也好，欧洲也好，亚洲也好，东南亚，咱即嘛拢总来信主去啊。这就是上帝一个奇妙伟大的计划啦。透过五八丁啊，咱搁一摆深深体会。好，后来了，咱这集讲到这后，讲到这来结束，后集来介绍其他的神迹。所以一起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多谢。阿妈，你个闪嘞！即摆你大饼烧哦，等下个音乐贵个哦，有无？你窗啊，伊个厝顶啊，我今日个你清清嘞，啊！哎呦，哦，老三啊，你提个一支哦，啊，你安尼招牌啊，遮大支哦！阿妈阿妈，你讲个较差不多嘞，你知影啥物叫做招牌啊无？哈，诶，内奸呢？我现在跟你拼手，你跟我说这样。哦，我意思是说，咱现在很多很多人都是以前拼手这种的名字，但是实际上是在跟人骗钱啦。哦，你是说现在社会很混乱就对了，咱现在要清除败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正义的化身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很多人真正，你讲政治上、以前军事上，你做内奸，长江一号，佫袂讲，即嘛足侪人哦，拢利用咱人类的这个同情心哦，咧共骗死啊！啊嘛足侪人讲哦，要甲你拼恁兜，想讲我有一摆我真正用骗去呢。迄人讲要换牙齿啦，有无？阿妈你要注意，迄人若甲你饲电铃，讲来要恁兜甲你换牙齿吼，你要千万要注意。伊甲我讲啥？讲要来检查，我想检查无差嘞吼。迄一个检查尔就讲，哦，你这足危险，没有？你这牙齿会爆炸呢？哇！我咧真了叫骗去，你敢知？你敢有这个经验？哦，敢若捌听人讲啦，哦，但是迄都天然雅士讲较会啦。啊，咱这传统的雅士汤吼比较较无啦。我听你咧爸母，你这个传统的嘛是同款，伊来甲你检查，伊嘛是甲你讲你会老啊。伊甲你讲，你雅士讲会老，爱装一个什么安全开关啊，迄拢同款啦。迄度除非讲真正你也打电话去问，问迄个雅士公司讲伊真正有派人来，你才会动。啊，若无即马骗术真多，过一摆啦，讲来阮兜要修理啥物咧？修理个水道水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修理人啊讲，哦，你这热水器危险哦，你这雅士会老，你这等下身躯洗甲一毛要崩伊哦。我真正，迄这种话咱是唔敢甲相信，但是想到会惊咧。啊，要安怎？伊讲我介绍你一摆啊，足好用个啊，安尼咱嘛好装咧。安尼都是老三你戆啊！唔来，阿妈，我是足坦白甲我不幸的遭遇讲哦，你听你佫甲我笑我戆，你安尼我二度伤害了哦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咱真正爱会晓分辨吼，即马即个社会是足乱的哦，啊，尤其爱欺负阮老伙仔人，实在真无道德啊！天理何在啊，我老伙仔人看花较快活咯。阿嬷你福气啦，你老伙仔人你会当讲你逐日你拢阿莫插这个社会乱七八糟的代志，你干嘛扫涂骹啦吼，啊洗碗啦，啊摒厝内啦，种花啦，
迄阮是无法度呢，阮伫外面咧食头路，咱就爱甲人安尼吼，甲人当咧相杀咧，你知道？吼、哦，唔是讲牙刀啦，是你讲吼，咱的工作上啊爱足竞争的呢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感觉讲实在是阿妈恁过去的人吼、哦，真正老帮老，我那算有福气啊。你若像我即马这样样拼吼，工作实在是真甜真甜啦。每一个时代吼、哦，拢有伊家己的特色啦。每一个时代也拢有家己的故事哦，所以咱的确都爱相信世间有天理，也那无哦，实在要活袂落去啊啦。嘿，阿妈你讲的那个先帝足像的哈，迄先帝嘛是安尼讲，先帝就是伫迄个时代，就是专门甲这百姓咧讲，讲爱信任上帝，相信上帝有一日你也起这个正义的火把，吼、哦！上帝有一日也伸出伊正义之手，将这歹人拢总除掉，将这粪扫哦，阿妈你叫啥物啊？将这粪扫吼，拢个变掉，那一定要相信哦，相信这个世间真理最后会得到胜利，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平反，相信有一天咱会当知影啥物是真理，谁是对的，多一个信仰是真的。这么难讲，才是真呢。有一天就会知道了。阿妈，我跟你讲了好无？真好，真好。哦，反正哦，即马一人讲一项啦。啊，到底答案如何？只有相信老天爷有一日会将真相大白显乎咱知。只不过迄时恐惊迷糊咯，对，迄阵都迷糊啊，所以按探亲嘛，要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，吼、哦，阿那无迄阵都迷糊啊。阿妈，好啦，我甲你吼，花安尼真正的，咱甲大家讲拜拜，时间到啊，吼、哦。好好好，来，有闲来看花吼。